哦，迄滴酒也会人，真正是足够啉的。啊，伊嘛实在是，伊是袂晓挑冬酒哦，啊是把迄酒换作是茶，真正是足含慢的。我甲会较醉的啦。哎，车顶啊，拢客人插破啊！哦。 一定是对手遐个人哦，这样用的啦。是啊、喔，即摆去调监视器，顺续叫记者来啦，后尾互大家知影对手遐个人有偌恶劲啊。车敢若无监视器呢？你是安怎停车？这无监视器的所在。是的啦，那呢，刚叫要叫记者来。来啊，当然嘛要叫，叫遐哦，甲咱关系较好的记者。 对阮写一笔报道，讲哦，对手遐个人，听阮甲我创治，还要差一下出车祸啦。你毋过，咱若无确定，已经是对手的电影做的啊。到时阵扣音反咬一口，对咱的选情嘛无好啊。即摆是你头家，我头家啊，啊，互你做来算好啊，啊。我先叫人来修理车。你修理车，叫计程车送我倒去休困啦，这嘛我教。是。 真正叫下落车啦！你主要叫我啥？不是啦，我是讲哦，头家啊，你讲的所在已经够你会当落车啊。你什么所在啊？哎，我要去黄品大厦，你知影在哪里吗？啊，我是这里来黄品大厦总公司黄品夜总会，好啊。 是说，你这种鬼地多端派代志做侪啦！夜总会，对啊，就帮我搬啊！你走来帮我搬咩啊？啊啊啊！互你大家家家好兄弟哦，小搬烂者，会亲像你这种安尼假鬼假怪的人哦，哇！一定会当家家好兄弟变成巴里巴里的好朋友。你到底是啥啊？别再看看。哦，你这对手牌要来搞创敌的对吧？猜错了。 李俊杰，无唔对，我就是伊顶派来哦，要教示你正义书记啊，你讲唔正囡仔哩啊，你俩孙女哦，伊介了不起是？啊，可惜恁某出来选举，敢唔知影他们点点？这不是就去酒店，有咧拉妹妹哦，还搞伫电视顶讲老母的歹话，还搞有啦？迄陈一凡，人迄陈一凡全部咧甲传咧不公不义的，诶，正义记者呢？人咧搞你所有代志哦，拢讲遐选民知，拢是为你好。 啊！你无甲感谢，就准拄刷颠倒甲歹人哦，去甲设计假咸来。哦，你安怎敢是人啊？唔对，你根本就唔是人。你只不过是写了一篇写一只狗，你咩来啥？哎，你信啦？我咧讲啊，甲你家某嫌我嘴个垃圾，餐前你种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的肉吼，一定是臭酸的啦。好啦，你就当只好啊，家只好也是要换暖一下。哎，底下我要来一两箱啊，啊，我咧起啊！ 哎，林姐，快拿好酒车，林姐！你跪了搞球啊？林姐，你，跟你讲生笑话啦，就算你跪了搞球，搞脚头嘛无路用啦。林姐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这根本就叫无车，你给我等一下，我想要哪回去啦。
我本来就不拍算要你等，所以我才会带你来这个手机上面讯号的所在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暗时哦，拢无车会经过，你家己一个人就闹闹行。不过你会记啊，你得细耳啊夹，通哦，行行总暴露山坑，知无？哎哎哎，拜拜。林姐，林姐，林姐，你还酒钱？林姐，你们干？林姐，啊！林姐。这么幸福了，这世间啊，根本就无鬼啦！我才不相信有啥物好兄弟嘞！平轩，妈咪问你哦，昨天妈咪教你的英文单字，你有没有都背好了？有。有哦，那你今天英文考试要加油，不可以输给李冠廷，知道吗？啊，可是我每天都输他哎。所以这次才一定要赢啊。不可能啦。有什么好不可能的？你呀，就是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，所以每次才会输啦。一下，你呀、啊、跟你爸爸一样笨，小笨蛋。嗯。哎，蛋姐，蛋姐。你哪会不干呢啦？而且我拢打电话给你，你为什么都不爱接？规暗走去倒位啊？你别忙啊，要辛苦啊。哎，蛋姐啦。你先跟我讲嘛，没事你再去说啦。你想要知影啥？我即摆就讲给你听啦。我予人再去山顶丢包创治。山顶啊，手机啊无信号，我行几十公里才行出来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你予人丢包？妈妈，丢包是什么意思？是把背包丢掉吗？来，平轩，妈咪带你去上课了，快点，快要迟到了，背包背起来。来，走，天气真辛苦了。